今天我们一起来整萌仔，我现在把老虎毡子打开，放在桌子上，等一会儿萌仔要开车出门，我们一起期待吧。双击过3000，立马更新下集，双击双击。
了啊，走吧。我喝过来，这咋啥味儿也没有，还热乎着呢？洗脚水能不热乎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，我操，上头了！小宝贝儿，小心肝，小宝贝儿，小心肝，小宝贝儿。我都给你讲小心肝，小心肝，你傻逼吗？又变出来了。小薇，我给你买了个项链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吗？啥？项链。项链吗？啊。快打开看看，看看吧。活的，这是活的，你啥虫子你都玩，我疯了你了。这么笨的，拿什么着？
Ha ha ha!